记者。好，请朱记长，谢谢。欧委员好。啊，朱记长哈、这个刚刚都话委员在接审的时阵，都话咧提起的健保会，你说卫生署出估的结果是200多亿啊，哈？你是把它纳入啊？236亿？你是把它纳入今年度的税入吗？是不是？那健保的，健保局的，健保的，在健保局的预算里面，健保局。而且是来纳入中医生来对你？哦，不是，是在健保局，在健保局基金预算里面。哦，健保局的是。其实我来讲啦，估计管计，我看委员都无重要啦。大家希望的是说不要这样做啦，那个都是基层里面负面的声音啦。哦，有时候像今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在讨论讲你的预估啦，预估了几次都错误啦，经济成长率那个预估每一次都下修啦，下修了好几次都没健康。我觉得这一些建议或者这一些责难，其实同盖重要的是感觉讲吼，上盖重要先啦，基层的民意对政府的，来自于这一些怨言，感觉讲政府施政了无好，啊，所以他才会把这一些所有的怒气啦、所有的不满啦，逐项看了嘛袂顺眼，连经济成长率预估错误，我嘛干嘛做袂顺眼呢？会有这样的情形。所以有一些像电价的问题，我在我还影响到，从你们来看，也许会影响到那些政府的税收啦，而且影响台电的，会影响台电的营运。但是咧，电价不要涨，我相信是得民心的，是得民心的。所以政府的施政啊，政府的施政。不是要完全要去看数据啦，啊嘛不是完全去看讲啊，都对咱政府的那个税就刚税出来的问题。其实吼，要讲都可以讲出理由来。我觉得朱阁长吼，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让老百姓感受到政府是真正的照顾我们的基层的老百姓，这个比较重要。吼、哦，所以朱家像我在讲的那个外讲哦，像健保会将收入啦。不谈也罢啦，你也能够预估啊啦，啊你来咱建议尽量建议，忙得执行啊啦。哦，我是跟你做这样的建议的。第二点吼、哦，欧委员，等一下，我打一个岔哈、哦。现在是12点，我们就继续开会，到会议结束。好，好请委员再发言，谢谢。第一点吼、哦，朱阁长，我们今天看今天的这么耸动的这个报道。就不知道有款了齁。他讲到我们的痛苦指数啦，那呢退回13年那呢 ,1998 年到2012年的物价指数，然后就关民生物资它的涨幅都这么高啦，然后我们的收入啦是13年前的收入啦。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新闻？是。这对执政党来讲，对执政的内阁来讲，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警讯，绝对不能等闲视之啊！吼、哦，所以我刚刚讲的一个是要你要了解基层的民意，另外一个相关的这些数据，真的是让大家会心慌。哦，诸葛亮，我早上这样子大家一路咨询下来，不是在责备你的。不是在责备你的数据不正确，兄弟重要是希望说你用这些数据，你要怎么样用比较精准的数据提醒我们内阁的阁员，将来应该施政的时候要怎么走。我觉得这个是今天大家咨询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也独家来讲过，我们不是一定要去强求这些数据多漂亮了，但是不要这么离谱。但是最重要的你要了解基层，你如果每样都不好，啊，你都被他火上加油，或者是你要，你被他落井下石，被他火基层都卡败，
这个政府没有救，这个内阁也没有救。是，我了解，了解这个，就说老百姓如果物价涨或者失业率提高的话，一定会很难过嘛，哈。所以行政院真的也很重视啦。事实上，那个管政委员负责的那个国际经济景气因应小组，事实上也推出了这个经济动能的推升方案，是包括经济部好几个部会大家共同研议出来的，也是希望说实际执行的结果能够对提振景气有所帮助。所以齁，朱局长，是老实讲，今天光苛责你啊，我觉得我也于心不忍啊，但是齁，你们内阁里面要加油啦，我希望说这些数据让我们的内阁大家好好去检讨，要怎么样拼经济，不要让他来照顾我们基层的乡亲，也许在数据上面你差一点没有关系，但是能够让老百姓觉得政府有在照顾，这个也可以买到弥补咱内阁九名数据上的不漂亮了哈。我们请那个沈局长你也一并上来哈。是，谢谢。其实我想我们在谈主计跟你们两个一起哈，那个沈局长。好，沈局长。我们现在每一次我在谈主计跟审计的时候，我都听讲吼，你们是他们的法委员是骑钢雕，穿钢雕裤，坐钢架船的，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都希望说，我们政府的每分钱都是来自于老百姓的血汗，所以我们都希望它能够好好的运用啊。所以我这段中间来的，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主计跟审计，一个是在编预算，一个是在审决算，然后立法院又在审预算跟决算的单位，我们三者怎么样来让政府的权用在刀口上，能够每一分钱都能真正的照顾到我们老百姓的身上齁。我想这是这重点哈。我看了一下你们的报告，比方说我们很简单看啊，像求我在跟我讲嘉义，我们过去也跟你讲过好几次，哦，啊、你说你移送的是九件呐、啊，啊，执行的部分你也看到，求今嘛所有的案件呐、啊，所有钢筋发包了，拢对设计的开始呀、啊，设计的开始拔啊。所以要去标的人，伊嘛爱考虑啊，含设计的人唔知有共爱无共啊，有法度无？又去找人无？然后发包的时候，金额底标金额嘛会使泄露者，所以龙五树6亿5400万标出来的6亿5380万，哦，这个都是一连串，这个熊。你来看我们这次发生的环保弊案。吼、哦，那个，新寨委员对头到尾，拢是几个人？然后这几个人，他们固定的3万5万就好啊，高收3万5万就解决啦。然后就是听命于某一些特定人士底下的啦指挥，叫爱有啥物人做，有啥物人做。啊，这钱要他诶，100块啦，拢全部60块啦。现在政府的财政最严重的，我觉得刚刚我谈到政府的财政最严重的就是说我们的钱是这样子白白的浪费掉，都用黑道的比黑道较吃力，都用白道的白标啊。你们现在到底做了哪一些事情？那我们比方说我们像嘉义县的这些弊案的，那您发现有几件，我跟您说的您谈医生您也不敢啊！你们到现在为止，像嘉义县现在检调单在，你我连干部查掉，你们现在到底有没有查到什么？不查掉哦，陈局长，你干部？是的，在这个采购这一块，那么在整个政府有他的主管机关，然后有稽核小组，但是在审计部平常对这个各机关的工程发包，我们也尽了很大的这个力在做一些资讯的演习、啊，然后发现不法，审计部移送也有。啊！你当年老古弟弟欢迎来，你讲过来变，你都无咧衣裳啦。我弟弟欢迎来讲个过来变啊，你都袂衣裳啦。啊！基层来头底，我咧讲拢一绝对拢对基层开始拔个，对设计就开始拔啊。啊！拔个，我咧讲六底价卖，啊无底价是啊，咱6亿5400万，咱标6亿5380万。啊，都讲讲两个数，啊，这都做明显，这就是泄露底标嘛。
对不？但是恁这恁当恁敢有查到？你嘛无法都查到啊！政府的钱就是拢安尼开了的，基层来偷底啦，得讲财政歹啦，修改公共债务法啦，修改财政收支法，较济都囤不够。我认为再多的钱啦，拢不够用，因为假设我们的主计跟我们的审计单位，或者是我们的立法院，假设我们没有做严格把关这样的工作，灾情安怎都不可能好转啊！因为政府的钱一百块啦，全部60块啦。你承认吗？你相不相信啦？办公室叫你承认啦，你相不相信这样子？你都不敢言。我想在政府这个廉政这一块是政府一个非常努力的目标。那么除了说由这个廉政署司法机关检调的以外，在审计这一块我们会继续来加强。爱加强的足济啦，爱加强的足济啦。我来讲过，都像较早我来讲，讲，嘿，唔免5万块都办得起来，人伊办200万，伊要都嫌无够，要都拿过来单位清钱。经常这样的情形啊，在海口在办活动，去阿里山买海产，爱发票明明就是偷去买的嘛，那个发票都是去买的，都不是真正在办活动，那发票都是买的啊。这一些钱，台电费都没去，啊，都钱拢不带呀，要他没去。经常发现这样的情形，但是审计单位跟你们一再强调说，你们要去好好的稽核。高净值基地嘛，不被好好稽核。我是觉得，我觉得啦，我们在立法院里面一直跟你强调，主要的就是希望说，我们政府的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口上，都要真正的去照顾我们的基层的乡亲。哦，这是我们的起码的一个责任。但是这几年呢，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都要加油，都要努力啦。我们希望说未来，我们在审计也好，在主计也好，在立法院，我们在审核你们的预算跟决算，我希望大家都一起来努力，希望我们能够杜绝这些恶习。好，谢谢。谢谢。好，现在。